行了，你别哭了，就知道叠飞机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哎呦，都哭一下午了。不就追女孩没成功吗？人家姑娘虽然没同意，并没明确拒绝你吗？这事儿还有希望哈。哦，谁？蔡云。哎呦，蔡云呐、啊。你怎么还追这儿来了？蔡云呐、啊，我正找你呢。建国。哈。你先回去吧。那行，那你好好劝劝他。嗯。他的脑袋呀、啊，让我驴给踢了。哎，对了，建国。嗯。吃饭的时候来喊我们。好。蔡云呐、啊，不就是追女孩没成功吗？要有自信。咱小伙差哪儿了？咱就说这个头。咱不说个头，看长相、身材。哎呀，你放了那女孩吧？我放不下，我天天都给她叠纸飞机，也不知道她收到了没有。我追了她这么长时间，她都没答应。彩云呐、啊，你给她叠纸飞机干啥呀？我听别人说她喜欢纸飞机。那也不能干送啊，那咋办？这事儿啊，还得我帮忙，绝对没问题。你行吗？不知道我有个外号吗？大舌头情圣。那走吧。干啥？哎，你干啥去呀？找他去。我都说帮你忙了，你不得先表示表示啊？我不去了。哎。彩云，不是彩云，彩云你别彩云，哎呀，彩云你要干啥呀？给，干啥呀？送你了。哇塞，料子不错呀。行，把那女孩照片拿过来吧，我参谋参谋。哎呀，给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啥？可惜没早遇见我呀。早遇见我，早帮你把他拿下了。叫什么名啊？明月。好名字啊。哥，你别这样，让我有一种引狼入室的感觉。我这意思是冲着名字，你俩能成。为啥呀？你叫啥？彩云。他呢？明月。彩云追月吗？你想啥呢？可是明月，这明月搁哪儿呢？他一会儿下班就路过这儿，那还不抓紧时间准备啊？这咋准备啊？你不老给人送纸飞机吗？啊，你这样，你告诉建国，快去，快去，这行吗？多浪漫呀！对了，顺便把建国家凤凰牌自行车骑过来。骑自行车干啥？自行车，咱这一片都没几辆，你骑着它多有面啊！好，哇塞！来了。绿苍苍苍，白雾茫茫。下去。我说咋这么沉呢？那什么，我寻思搭个顺风车。这叫顺风车啊？人家这是专车。你好，哎呦，是明月不？是啊，我有个朋友特别欣赏你，我听说你有点不同意啊。我跟你说，每个人不都有优缺点吗？挺好的小伙子，这怎么还炸舌头呢？哎呀，挺好的大姑娘，这怎么还学我呢？没学你啊。就是我弟妹，我不给你一般见识。谁是你弟妹呀？你呀。你弟弟谁呀？彩云，上。哎呀，来的正好啊。建国呀，小曲儿整得不错呀。浪漫吧。浪漫。彩云，看明月。不错啊，彩云。彩云，可以了。彩云，可以了。Thank you.
彩云，你怎么老换呢？咋停啊？哎呀！彩云，我兄弟，明月搁那儿呢。我不敢，咋不敢？你不会写诗吗？谁会写？明月，彩云说给你做了一首诗，你听。啊，明月，几时有？彩云跟着走，我每天没日没夜变着法的给你叠纸飞机啊，也不知道你收到了没有。好诗，好诗。明月，你还留着，太好了。明月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呀？你先闭上眼睛，等我数到三，你再睁眼。哎。说好了，不许偷看。你放心吧，我不偷看。哎，彩云，我得等多长时间呀？一、二、三。纸飞机呀、啊、是啊，你不是说你喜欢纸飞机吗？那你叠这么多多累呀、啊、再累我也愿意。明月，其实我就像纸飞机，虽然起飞的时候很困难，但还是努力地冲向天空，带着我从来都不曾有过的勇敢去追求我最喜欢的你。明月，你愿意搭载我的这趟航班吗？我愿意。哦，彩云成功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我成功了。我不同意。吓我一跳。大哥，刚才那女的就坐我的三轮，跟他们跟着玩的。来，你们谁呀、啊？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了，那我们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，我们就是拼命三郎。我是三郎。我是太郎。我是不用说了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战狼。我是一郎。好，这不是重点。你战狼，你为什么不同意啊？战狼，我都告诉你了，我叫一郎。都说过了，这不是重点。你在说话。明月，你说我给你叠了那么多小星星，你为什么就不答应我呢？谁先喜欢纸飞机，大郎？哎呀，送错了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有本事咱俩比试比试，谁输了谁退出。怕你啊？比啥呀？你说比啥呀？鞋带开了。哎，小哥，过来，咱俩单挑。大哥，他喊你。我知道，你想咋的？你想咋的？呀哈哈哈！打架怕你呀？啊？还想比啥？大郎？比跳舞？方音乐？好，他们还会跳舞呢。呀呀！他能跳呢。看着胖的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你只当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上呼！然后带着红花。